你知我们要赶去做袂？看伊挂的这嘛知，哎，其实观众朋友真的哦，吼，去分享吼，啊，甲阮的频道分享、按赞，啊，迄小铃铛爱开开，赞，小铃铛爱开开哦，秋姐，叮叮咚，叮叮咚，叮叮咚。有事无事，做嘛事。今仔日去讲遮，就是要到阿莲啊。啊，阿莲算是咱高雄到外山的所在啊。有一粒山叫做大岗山。啊，拜六个礼拜啊，我拢会到遐散步啊、运动啊。但是今仔日无要去山顶啊。山到有一个真道叫做在兴新村啊。我唔知是不是管事，敢多人咧住，我拢唔知。等你都知影啦。所以先到阿莲挂遮。放啦！哦，最近啊，这天气全部稳定啊，最近嘛开始落雨啊，啊，昨日天气袂歹啊，现在日照出来，啊，今仔日这空气较冷啊，这敢若人咧讲诶，天气敢若后西边啦，啊，有当时啊滑到迄边啊，啊，有当时啊去这个后西边互你刮。你看挂，这拢工业区啊！这工业区内底哪有可能有管事？哎，坐对啊，在兴新村。哦，我看这鸡仔煮足水啊，但是敢若无人来住，拢敢若拢霸痕迹的。哎，我真有人，啊不，我进门看卖哦。哎，你好。一间厝，敢是一间？嘿，是一间。哦。哦，恁是拢看迄个网络的哦。对，用手机啊。这敢是管村？啊，这不是管村，这不是阿平哥的管村，这是吼大丁二包吼的部落，在兴新村。啊。大丁是啥物所在？大丁是大陆外海一个岛。哦，是哦，哦，甲妈祖啊，甲迄个，就亲像妈祖啊、平湖啊这款的，啊，阮迄号做大丁岛。我行过来的时阵，我挂拢这家厝拢共厝啊，拢无人会住。拢共厝着，啊，阮的厝吼嘛一般甲人无共的。我甲你讲，阮遮有一个足特殊的文化吼，啊，就去莫惊着哈。你讲啊，免惊，我开始惊。哎，你好，要倒来干活？免，谢谢。惊啥？你无啥？抬头看麦啊嘞。瓜子啊！出来内有一个瓜子，你足恐怖。袂恐怖，因为你看到瓜茶吼，是你的好运，你的升官发财。吼，瓜茶愈悬，瓜乐做愈大。升官发财意思。嘿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哎，嘛是足恐怖。我拢惯势啊，叫你甲遮斗清清咧，迄蜘蛛网安尼甲拉拉咧，好拉好清气哈。哦，你扫瓜子。嗯。这边。有啦，叫我蜘蛛网，我可以。嘿，这边吼。阿姐啊，我甲拉落去，敢要甲内底咱塞起来？别，做你放心，内底无人。以前囡仔足急的，
啊，咱伙计伫遐咧耍这个打的茶，那点起倒起，干茶共烧了了。哎呦，阿伯阿公啊，气到要死，订一个干茶放在这顶面。土大多一个死囡仔，搁来阮家甲收看卖啊！哎，就是安尼才会放在这顶面。所以讲，这干茶吼，唔免惊，这内底无放的。是是是。但是我挂这厝啊，今摆拢无人会挂，啊是安怎挂去飘走？无人挂是因为吼，阮遮大领导来时拢足艰苦的啦。是吼。啊也无得趁食，啊结果有诶拢搬出去啊。嗯。啊虽然是无人住，嘛是爱摒扫。哎、嗯，是大顶岛诶，即个文化。诶，阮大顶岛就是有即个文化，爱互后代知影，一代一代传。啊，我带你来阮家，好，互我请，吼、哦，食阮诶大顶仔菜，吼，食、哦、了以后带恁某来，恁某若做月来时，叫我去甲你煮。好好，袂歹啊。我就拍摄啊！好，你今日来搞车，好你无用啊！别别别别，来我当看麦啊！来我当看麦。恁大伯来用的做个怎样澎湃？我若有朋友来，我拢做个足澎湃。是啊。嗯。哎，我甲恁煮一个上特殊的吼，哇！阮的特产鸠宝面，鸠宝面，嘿、哦，这是鸠宝去做的哦。来，这是阮吼台顶啊吼，特色的物件，就是人一般是做月来咧食，寒天咧食。来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素慧啊，啊，这因翁，吼、哦，哦，恁啊，啊，你想哪讲恁翁需要，因为做月来啊。做过来，唔惊寒。嘿，惊寒的人，我阿你讲正经的，你看我唔惊寒。我自我嫁翁了，自细汉食到大，啊，我拢一直拢咧食这。哎，雷米，哦，食看麦，食看麦，这足特殊的，吼。我上惊，你得这给我食啦。嗯，你食看麦啊，你才会知，我袂甲你骗。我知啦，嗯，这味袂歹哦。嗯。QQ 个香，阿妈叫七八个，嘿，即十八个，比我收的更加 Q。你加加加，伊足香的，伊即有一个海产香气的出来。这你拄仔讲这啥？这是目杂拉的胡辣。这是胡辣？嘿，这是胡辣。嗯，好食，你加淡薄嘿。最好食这种，嗯，伊过度搁较好食。嗯，对啊。好嘛喂，嗯，我袂甲恁骗，因为这是阮的传统文化，袂使互伊失格绝对，嗯，绝对爱留起来，绝对袂当失传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嗯，我要来吃这个姜蛋，这是鸠宝卵。你看这虾仔拢上大尾，是因为吼，阮靠海的人抓的物件吼，上水的家己食，上好的拢家己食啦。虽然你来台湾足久啊。伊无袂记哩，对倒位来，啊，拢甲这台顶岛的文化啊、料理拢分享好因朋友啊，对足足敬佩啊。我就是讲一种迄个文化传统，要甲传统落去，吼，莫讲互伊阮台顶仔人的物件、菜啦、文化啦，拢变无去，都甲我家己阿朋友讲，讲哦，台顶菜就是安尼好食。哎，食好到小宝，嘿，食好到小宝。啊，讲到文化。嗯、我寄回来的时阵，我看到有一间庙啊，这个奉什么神明啊？哦，迄神明是阮大顶仔的天后娘娘。啊，小等食饱，嗯，我才带你起来，让你知影讲阮的文化是安怎来的，嗯、哦，神明是安怎来的，嗯、哦。甚至迄个五脏庙啊，哎，大水甲加，嘿，哦，要足 Q 的，这足 Q 的最好食，袂甲你骗。谁拢给你吃啦？嘿。嗯，这足 Q 的，这足 Q， 小大人也要吃，这足 Q 的。你讲的那间庙，你嘿，就是这间，我带你去咧看吼，阮这间的庙吼，哎，天后娘娘啊，带你来去拜一下哈。好，来个，来，马祖娘娘，来，家乡。雷米吼，中间那个就是天后娘娘哈，天后娘娘哈，今天雷米来这里参拜哈，啊，你要保佑他的事业顺利哈。啊，家庭幸幸福福、平平安安。这个是天后娘娘，吼、嗯哦。啊，这恁本省人来讲，就是妈祖。啊，因来的时候，因就插这些木来。其实这阵妈祖啊，这嘛是跟你同款过咸水啦。
对，啊、这肉粽是阮家吼，大家吼舍掉金银财宝就带着它来而已。嗯，因为咱即马来到台湾吼，要转去大陆是足无简单的啦，吼、啊。啊，阮即马就是家己当作阮对伊的怀念吼，啊，阮拢来遮咧甲参拜吼，袂当忘阮辈祖啦，吼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一定爱记咧讲伊曾经吼对咱的帮助，对咱的好，这是做人的原理。啊、来来，我们来泡茶哈。哦，你顶下伫食。嘿，这，嘿，这，哦，今仔日较冷。煞经一级棒，阿姐啊，你果树啊，真正有够多啊。我相信你伫台湾的生活啊，嘛、有经过着这高压。阮打来时足辛苦的，吼、啊，但是这些是环境造成的，袂使怨什么人。咱人爱向前行，袂使退后看，是算讲吼。艰苦过来，吼、哦，才有今仔日的日子。像你嘛是会怀念啊，对不对？你故乡伫个法国啊？不唔对，这嘛是经过足侪时间啊，嘛是足侪时间的啦。过程嘛是有快乐，嘛有艰苦啦。对，拢有，拢足爽。其实吼、哦，我常常阮朋友若咧甲我问我讲，恁阁无我汉尼啊台湾的。我一台湾来就生啊，我手台湾的，吼、哦，我台湾是我手来的咧，因为阮妈妈派一千多来台湾生我、啊，对不对？原来啊，这台顶新村是像你好的所在，这历史人文足丰富的所在啊，可以当土地的处理，吼、哦，真正外班的人，你真正赚到啦。不是你赚到，我嘛赚到啊，因为吼、哦。我头一届去撞到法国人啊，对不对吼？啊，我第一届拄到台丁人啊。对啊，我会使教你台丁啊话，你嘛会使教法国话啊，对吗？我已经袂记得你甲我讲，诶，多谢要安怎讲？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诶，有淡薄像迄个马祖咧，谢谢。谢谢。观众朋友，不管你住伫都市还是镇家。不管你住伫海边啊，是山顶；不管你无事啊，是有事，爱会记得甲阮顶骨分享。小叮当甲拍开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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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